在马达加斯加的小动物们精彩的演出之后，突然有一位可爱的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找到了塞巴斯丁，并且给了他一张不完整的地图，让他到海之岛去寻找琥珀船长。你好，塞巴斯丁，我是小兔子 Emma， 我这里有一张地图，希望你可以顺利地找到快乐之石。Good luck。好，谢谢你，但我要强吻你。原来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啊！现在来到海之岛，不知道会不会这么顺利。希望这边的人也跟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小动物们一样善良可爱。